或者是一年会举办好几场啊，然后所有呢，硬体的设备啊，然后都是不扣除的，所有的票房呢，我们都会捐出来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呢回馈给乡里。所以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不是五月天很棒，是你们现场的人很棒，你们是最棒的。疫情之后，其实就好投入了那个好好好想见到你们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有这个空档呢，其实五月天也没有忘记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回到泉州，其实，在来到泉州之前哦，才没多久，大概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吧，我们就看到那个电视上新闻哦，然后我们从台北可以看到泉州新闻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就看到那个泉州体育场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天哪，那不是我们要去唱的体育场吗？然后那时候就想说。这个会不会取消或延期了？但是当我们再度的回到泉州的时候，体育场已经焕然一新了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泉州的朋友们。其实前几天哦，就是台北我们都感受到花莲的地震，然后你们都有看到新闻嘛，对不对？有些这个福建这位朋友应该也甚至感受到一点的震波。然后真的呢，希望呢所有的知道五月天的每一位朋友。都可以健康平安，一切都过得好好的。你是谁叫我过